回来了。好的。啊，这是那个交通大学那个小吃街。在里边。往这走走。黑一点了，过饭点了，人能少点。鸡肉鸭肉，平均消费者不分。这要是刚放学那会儿呢，人还能稍微多点。嗯。哇，这自己搭的，这搭小木头架子。这啥？锅盔？水果？网吧？出队？吃电出队？啥？出队电锅了？哎妈！谁往水泼？往这外边泼？我去！这边人。火烧牛肉，火烧卷饼，咖喱，臭豆腐，一线情缘，网咖呢？这里边超市的，这里边啥？不知道。大药房没有了，小吃街没了。那就拍一下。大概就这个情况。完了，就到这里了。好，拜拜。祝大家都度过美好的一天。记得订阅关注我的频道哦。